号出席节目宣传活动，但比这宣传更吸睛的可是因生日前被拍到的恋情啊，究竟是怎样？我们来看看当事人怎么说。就是暧昧暧昧这样而已吗？现在就是都还蛮有话聊的，然后都会去来吃饭啊、看电影啊这种比较简单的行程。果然就是人人说的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啊。不过这样的消息一出来，不怕见光死吗？就觉得他连那短郎也嘛不没有，开玩笑的啦。有时候你知道这个现实，这个社会，然后就开始哭，难保对，讲什么都错，对。我很想跟耿请教我几招。你说、欸、他是有请教我一些啦，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这个东西他哎、欸，其实 我年纪比他小，我觉得他的经验搞不好比我丰富。哎、哦，对，哪有？什么？你是说被问吗？被问没有你吗？喂，两个人真的不要互相伤害啦。等音声好消息，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